我是毛德华，我的宁波，我在东钱湖，我后面有一个不知名的鸭子，准备啊给你们拍到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这是一只鸭屁股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一个公园。骑行驿站、单车乐园、卡丁车、平衡车，这个东西看上去有一定历史，烧砖的东西吧。果然是下水青瓦窑，不错，一般地方也见不着这个。这里应该是跑卡丁车的地方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因为啊进去可能要收费。这是一个气球，走去其他地方再看一下。这个鹅不错，鹅船，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鱼、虾、螃蟹、泥鳅、乌龟。这边风景还可以吧，风景宜人，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